拿起桌面，洗刷洗头弄得油油淋淋滑滑，摸那个地有个拿起对吃对，做的阴阴在悄悄淋淋滑滑，大院火上两人花里，拿起拿起拿起火流，咋个火上留个宽里，拿起拿起拿起火流，咋个火上留个宽里，拿起拿起拿起火流，咋个火上叽叽喳喳的丢训丢了，俺可是没学会高科技产品那个飞飞发发的喜运过满工具呢。感觉上有人有个老老师，俺个管正做基金干很了年年，预备的是，那这个叔叔没了在没事。出国到在路上面个老三次哇，其实你们不能记呢，你们么子喜家呢喜去年年女女呢。这肯定你女女，俺个女如果出门没花个时，俺叫个木雕师傅找自己老婆个三帮主去来玩。木雕那些个就在三帮主就是，吃吃三拿肩膀壳，三拿肩梁，动作简简那个老老的来玩。俺被上边个西施提成就能就在这，就是俺个国家古代民族家族了，祖母辈外再不吃个就是玩。车子个呢，新疆东郊外，本来不管东北外，三帮都奔那个去，俺个国家了在热点的本月。我老家那面是，啊，一个娱乐县，道具县面我嘞，头台西街村是么？俺个个小镇的，这个卖个米啥呀？那些个是木坑的是么？木坑的，我买了是买啥？俺们十百个的时候才老六百个准备嘛，我准备是住店是木匠多的呗，哎呀，木匠多呀，一般四季包工作轻松嘛，哎呀，那除了木匠以外是俺个书堆了有嘛，口罩老有罩啥呀，纸笔啊，体检啊呀，那木匠是住店，也准备们都个，哎。我去考察我这个做白工的时候了嘛呀，木雕都十几百公都其实就是俺个唯一的手艺嘛。要去考察不只是这些木雕师傅过了才下的绿雕呀，俺个这个才最初都是下大高呀。你活在那个哪块你不挣扎，你活在太阳你不值班，早在记在三郎家里不尊重那个戏娃，俺姑她说好吃个戏是三帮都吃了过到白呢，吃这个呢俺姑请你哭吃哭，要管你老孙子那个阿东那票子个药，早在记上三帮都算算吃，你和孙子比在一共顶住了吃，阿东我铺子看吃。那是42年了，像我个最初才就是说老老百姓氛围高了，阿老姑能说，阿我嘞。说是说不是俺个18岁，哎呀，6年的基础就是比个李建之路土什么？哎，李建之路那啥，古车路那不只看成意思嘛，好不嘞？那我都木雕古作室看，啊，看是当时工作室老他一个老是顾不一条，哎呀，啊老老了，我都认为老师是自由职业嘛，这么飘着么呀？去了过去飘车还没意思嘛。俺哥哥给军的时候三帮都去了是支持了人们农民冒用这个地来玩。俺都我了三帮都去说过是路上苦好的林子子呀。才还苦去苦一共就来干出那么子，俺都我个铺子干鱼吃，
俺是靠在湖南你们局外三帮做云的西云的好书行子的其实跟着三帮做去了是那些个人在可主要的要真的真的没满那里说不起在原局可要俺故事该算你是不啊一号过图是罗汉美当中军部那些些家的护士叔叔不要俺故事图罗汉美美来喝那些个头部可在一定的罗汉美的套坑着罗汉美你套了错配衣罗在好把估计来个罗罗到岁后在俺个那些个要过好好吃一丝邻居呀司机白姑那个司机黄娘是就好为罗汉美来耶那你说了没你你个女帮帮那个无极到天都个在司机黄娘子说你妈没谈呢白姑娘天都白姑娘家在花皮丢里太急花皮了在你哭弄着代表个帮帮天都个在司机白姑子说头屋哭罗汉美去杀个是那些些到没早阿舅个不足去吵了我那里比比不起那些些人都都家家塞比在慌慌张张个绕车满屋绕没杀三老娘子谁买罗汉美老子谁在老好好说在老行着吃到没早个那些些人都哭弄着代表个工作都那是靠在阿都我跟都没说转去干你生娘那些些三帮都是热工作人们原来是白我挂了脸那些些人都个罗汉美路牌太咋了啊一块土瓷在吃路牌时我些穿西困过日子其实啊一门子俺个国家个木雕人的说不出的名字都给个路牌王子太子白别啊一门子那些三帮都是吃车白母女和女但俺给李建设旅游是二十年的领过些俺旅游了吃什么你困的人一九九九年以后你困的可见给旅游社好不少头个都是意思性嘛你哭着哭着为什么有开呀旅游社不是比个好多一些手工本能的旅游本和旅游的设施高一些嘛但是我按个理解我老教官说的意思是说我本来面木雕藤本呢如何没藤都呢是吓得你这意思吓得你我估摸一定白白些几次太远好了那没白什么因为这是老路白是一个三个是寂寞了那么去留下呀他一生你把那么去是吃了一生嘛把什么留下呀那吃起搞个手指的嘛套个绿绿的其他个这边可以什么住地下木雕没心好心白了吃烤过这些女士2020年早在几个月那是一个首席技师皮嘛俺工地的皮嘛个是全是乖乖去操了洗套洗澡个请你过到我吃个皮嘛干俺故事立家是木雕项目个非遗传才在我的请你去吃烤个三帮都了在好说行子了我那以后三帮都去了那个那些人在是苦无无黑呀阿姨们这为旅游还有个食材了还还为早在即使木雕为穿日久的本都太急吃到木早个一公爵昂古尼年三帮多块票个稀里花瓜瓜无此药立家时木雕喜欢太窝窝路王面落下此刻个铺子吃铺立家时木雕喜欢个窝窝不到木早阿叫昂古尼拿起这个木雕为花喜欢死这个了你再过来表和我的俺一生木雕是块是古木土业嘛古木土业40多年我都认为了干不干木土能赢过嘛呀人都不能个四年是这个选拔胡文白呀规划呢那呀投资投资上个被木土业嘛好嘞这是去准备是实力了哈我都远见了我都文化地域了哈呀知识地域俺个是方方面面具备了嘛呀都用白木头那无毒古老莫说呀因为其实我感情就行嘛呀俺个人是个人过了人过呗啊哇俺个那些个真是个嘛高一三高三高一高三啊我来木雕吃块是吃烤过人是一个咱个手艺手骨就太传承了
太几千年面个钱这个哎呀哎俺给说一个是手艺人哎有时呢吃你苦了苗了肺部之后一擦脸了才皮有一身苗呀三老公吧母女要三老老公吧老女主慢年俺给车过到来不在母女给你吃个公公小小些那个一公就牺牲那些个三帮都来算那个早上的日子吃吃早餐间满过高出那五个事的事哇人们吃吃为绿族还有个食材了米族为花时一面都没招呼一面施工帮满过客个日故旅客来并不在我